我现在一个打开你们看看瓶子，每一个呀都是九分甜一分酸，特别的好吃。如果你们真心想要啊，下方小黄车十几块我就给你发一箱，带一箱尝尝。每当到了五到六月份的时候，就是阎良渚甜瓜采的季节。它的口感是软糯香甜，看到没有？给大家开一个，哇，这汽水，肉厚不皮，骨还小，这个就是。都舍不得吃，今年就可不一样了，产量啊特别高。我打开给你们看一下，果肉啊晶莹剔透的，每一个都这么好品质的。如果你们喜欢吃啊，几十块给你们发一箱还包邮。一块，两块，三块，算了，不数了。今年啊黑布林大丰收了，19.9块啊，给大家发一箱。没有太大理想和抱负。1块1斤。我虽然没有，但9.9块一箱，我这里还有很多。今年的柠檬啊，品质特别的好，咱们的柠檬不抛光不打蜡，9.9米啊，老弟就给你发一箱。你看这个紫水，5斤19.9块，它可不是普通的甜瓜，它是咱们正宗的阎良甜瓜。打开一个你们看看，每一个的口感呀、啊、都是格外的香甜，果肉金黄。如果你们真的喜欢呀、啊，我就挂在下方小黄车里，都是这么好的品质，来一箱尝尝。